第三审查会第十七案，提案人徐立议员等案由建请事务将新丰街251巷市弄1-1号至33-1号路面刨除重铺，以利民行，请审议。好，没问题，通过。第三审查会第十八案，提案人徐立议员等案由建请事务定期清理祥丰市场内两旁所装设油污分离槽污垢，请审议。好，没问题，通过。第三审查会第十九案，提案人徐立立议员等案由建请市府定期清理祥丰市场周边水沟污垢，以免居民遭受水患之苦，请审议。好，没问题，通过。第三审查会第二十案，提案人秦真议员等案由建请市府邀集壮观里供水系统建商、水公司、区公所、里办公处、自户代表盐商维修管理办法，请审议。好，没问题，通过。第三审查会第二十一案，提案人秦真议员等案由建请铁路花东普悠马号行经基隆段区域增设8堵或7堵停靠站，以利基隆市民之便利需求，请审议。好，没问题，通过。好，啊，好啊，好，我们请张耿辉张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啊，有关这个普悠马停止我们的大战啊，不管是8堵啊、7堵也好，我希望我们交理处啊、处长，上次在本席相关的会议中，我也提出来，我们37万多的市民啊，等于当初啊，南港专案迁移到我们基隆市啊，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不公平，设了一个大站在那边，那每次啊，我们基隆市的市民就要坐到，几乎班次啊，一天才一两班而已，通通要坐到松山站去，来回的时间、金钱要花费多少？你下一次啊，本席一定要让你报告。上任以后，你找市长、找立委，到底是为我们基隆市是增加几班？要提出报告。下一次我一定会要你们报告，定期会的时候你要准备啊。什么时候去谈？有没有结果？通通也要把记录啊，到时候也要付出来。每次开会讲要你们去谈，我也看不到你们去争取。让市民的话。37万人口，要完了吗？要我坐到松山，然后再坐回来。哦，我想啊，不是说只有做某一部分的、啊，这一部分尤其啊，事关我们基隆市的整个市民的便利，还有财产的节约。我想希望啊，我们交理处啊用心一点，谢谢。好，宝贝，没问题哈、哦，我们通过了哈、哦，那我们审查会就到这边为止。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明天恢复大会，谢谢各位。我想要走，你大家是安怎？坐了够有意思。